美杜莎没怎么你吧？你这次考得这么差，就是失恋了，也不会这么夸张啊。雷本啊，你要看？快到三十级了。现在没时间玩呢。美杜莎，昨天不是找过你了吗？
是你现在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
最后一次了呢？嗯，结果他还是没来。哎呀，啊，对了，小韩，你不是他邻居吗？这几天他气色好些吗？
我没见到他。什么？啊？我去他家找过，但是。副班长大人，我们没有偷懒，我们在全力冲刺。找我们？我们这就去。为什么是我们三个？因为我们和他走得最近。啊？那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出事了。没有联系上他。看来事情很糟。他可能去哪儿做什么？这个我也他之前说是失恋，但也不像啊。后来又问我一个网游的事儿。说详细一点。这个实在不好说。那我们单独聊。其实我，你知道他在哪？不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先找到他再说吧。但这都是因为我，才变成这样的。啊？因为你？我跟他在交往，不久前。Mm-hmm.